Yeah, hell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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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re are you from? I'm from Brazil. What about you? I'm from China. 啊，中国很不错。My wife. 啊，你好。你好，怀孕，你呢？啊，你老婆怀孕了。哇，你中文这么好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好可爱。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说呀，我叫徐清贤，你呢？我叫施真美，你几岁了？我5岁了，你呢？你是不是要有小弟弟了？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？我不知道，他还没生出来。2个月。啊，才2个月，哇，那你，你中文怎么这么好？你是中文老师吗？我是啊，猜对了。你是德国的中文老师啊？我是巴西的，哦，哇，你在巴西当中文老师啊？对，这么厉害。你们住在哪里呢？我们住在武汉，Do you know 武汉？知道，估哇，计来全过世吗？界都知道吧，都听说过。因为疫情是吧？你老婆现在有嗯，孩子了，你们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，还是都可以？都可以啊，这个没有强求。原来中国不是说是更喜欢男生啊，男孩子，还是现在都一样了？那是几十年前吧，现在更喜欢女孩子，女孩子比男孩子好养啊，可爱一点呢，男孩子调皮啊。现在那大是。部分生小孩的都喜欢女孩子，你后等他长大之后，你不需要给他负担太多，等于你结婚的时候来中国学中文。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的，中国哪里长大？云南昆明。哦，昆明长大呀，嗯，我那地方好玩，那地方很舒服，我才去嗯嗯。昆明，才从昆明回来，我去旅游。现在中国基本上大部分都希望生女孩子，男孩子你要哦。考虑到他结婚需要更多经济压力嘛，女孩子不需要考虑那么多。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更好了，2个儿子就压力太大了，你要给他准备，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，我们为子女考虑，就是然后子女。大了之后就会养我们老，这种概念。Enquanto a gente espera outra pessoa entrar, se você quiser aprender mandarim comigo, é só clicar no primeiro link aqui embaixo. Hello, Hello. I'm from China. I'm a Chinese. 我是巴 Yeah. 西人。Brazil. Okay, Brazil.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. Just a little English. 没事，我们可以用汉语聊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小学英语老师，那个，你了解巴西吗？巴西足球，呵呵，内大家马尔，都这么说。你出过国吗？有没有去过哪些好玩的地方？出国呀？没有啊。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你会选择去哪里？就是旅游啊、度假呀什么的。北朝鲜，呵呵，是吗？为什么？哎呦，因为那是个非常神秘的国度。呵呵，你以前来过中国吗？我来过，我小时候就是在中国生活。对，在云南昆明，挨着那缅甸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危险的国度不是吗？尤其是缅缅甸，甸、柬埔寨什么的，为什都么是说那危险个，呢？因为贩卖人的器官，还有整什么诈骗的诈骗分子那边比较多，缅甸那边。你不会觉得那个北朝鲜危险吗？也有一点还行吧，就是跟听那个那什么吧，听那个导游话，应该是说没有事。我要到那边呢，就不能使用手机，那边也没有什么互联网啥的，不能用没手有机，手不能机。用互联网，是件好事还是不方便？不太方便呢。好事坏事倒是，不一定，这玩意怎么说？这也不见得是坏事，但是就是不方便嘛。游天游玩4天5天的，去旅游观光还可以。那去住的话呢？去生活的话，可不可以？那还是不行，还在中国吧？身为华夏人，为什么还要上别的国家呢？你嗨，好呀，嗨，你你们好，好。哎，会说中国，会说中国，
会呀、啊。你在中国吗？他在巴西。I love。你喜欢巴西什么？巴西的美女很多。你们现你在现在在哪哪？里啊？Hello 啊！Hello，你好。哇，你说的好像中国人啊，你比我说的还标准。来来来。我们是大学生。啊，那你们那个不像宿舍，你目们那是前，什么？对啊，我们这里是我个性，的中文这个么性文化好。宿舍。你中文是哪怎么学的？你不会是中国人吧？不是，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。你中文说的太好了。谢对谢。中国印象，巴西怎么样？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你介绍，我明年想出去走一走。啊，巴西呢，海滩多，蓝海滩。天阳光，然后人也美吧。吃饭吃的也要看你喜欢吃什么，海鲜啊都有，还有那个烤肉啊也特别好吃。但是巴西的菜有容易发胖，因为糖比较多，油也比较多，但是都好吃。然后就是治安有一点那个吧，要注意。那可能女孩子像我这种大汗区的还有什么吗？但是你是外国人，人家看着你是他外们国那人里，就。那我下次直接把头一剃，然后眼睛整个小墨镜，也像外国人。不只是你的外观，要看你走路的方式啊，要看你怎么行动、怎么说话，人家就看出来你是外国人。那如果你们有机会以后去别的国家生活，会选择去哪里呢？如果真的想出去生活的话，肯定是澳洲那边，澳洲，为那什边么华人呀？比较多嘛，毕竟熟悉嘛。你讲法国，我是肯定不敢去的，法国那个治安实在太乱。我有个同学嘛，高中同学就在法国，他就遭遇过2次抢劫，就是他们不能背那些名贵的包或项链上街。哎，你们是学什么的？我们是学做工程的，是。你们班里面女生多不多呀？不多，啥？你说你们那个是什么宿舍？对，我们跟别的宿舍不一样，我们的宿舍要花老多钱了，那跟别的宿舍有什么要不花一老多样？钱了，就是要跟你家里一样。我外面有冰箱，有电视，很大，那厨房、客厅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比一般的宿舍贵吗？6000块钱。像你们那边？人工资多少啊？不是，我不了解你们那边工资，我给你转换过日均来工啊。资这些。一个月的话，一般的人就是人民币就是3000吧，不多。也这么少啊？对，但是也要看你是做什么的。那现在中国平均工资是多少？贫富差距很大。就像你们，比如说你们毕业之后可以拿多少啊？你要说拿工资吧，那最多也只能拿到几千块。那要是，就我周围的有时候有的人差距也挺大的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就做创业嘛，他一个月能拿到4、5万，甚至还更高。有的同学他去毕业去工作，只能拿个1500到2000、3000。创业的这东西，有时候就很多很多，有时候就甚至要赔的很多很多。对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中国哪里的？北方的一个城市，你是我是学生，啊，学什么的？电子，那你喜欢你这个专业吗？不行，那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啊？可能就是因为我的成绩，就是对于我的那个成绩来说，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你不可能总是就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就是去选择自己的专业的。那如果是根据你自己的兴趣，你会选择什么呀？我可能会选择就是比如说，体育经济管理那方面的。啊，我就是学，工商管理的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我现在是汉语老师。孔子学院吗？不是，就是我自己有网络课程。在 YouTube 上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平台。在 YouTube 上，我也有一些课，但是不多。你经常上 YouTube 吗？不经常上呀，因为在中国的话，你需要用 VPN 去看那些东西的。啊，那你们可以用 VPN 吗？还是这个也有限制？就是根据中国的法律的话，这个是
illegal， yeah， 不合法的这个东西其实是，但是可能管得没有那么严，其实挺多人用的吧，也其实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有双胞胎，是吗？多好啊，这样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就是其实我也明显能感觉到，就是我妈妈就在我俩小时候可能比较累吧，因为一次性要养两个孩子。那你觉得有兄弟还是没有兄弟好一点？就是对你个人来说。我觉得有好一点，对，哇，你的口音好地道啊，感觉。哦，那你的普语还会说吗？会呀，哦，随便问你个问题，如果你以后有机会的话，会不会想出国什么的？或者去哪里玩，或者是去哪里生活？我在18年和19年的时候，我出去玩过。18年的时候去的是美国，19年的时候去的泰国。再后面就是疫情了嘛，就出不去了。你感觉美国怎么样？感觉就是繁华的地方还是很繁华的吧，我感觉就是，但是我感觉那儿的其实食物的价格，我感觉也不是很贵呀，我感觉。你出过国吗？你去过哪些国家？我去过十几个国家，我也在美国生活过一年多。哦，我当时去的是洛杉矶，然后波士顿和纽约这三个城市。美国哪一点比中国好，哪一点比中国差？我去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就十几天吧。但是我感觉那儿大学它的绿化可能比较好，说实话，我感那他有没有就是哪一方面比中国差？你感觉？觉。我感觉在市中心有挺多流浪汉的。在中国没有吗？一般很少会见到吧，我感觉，当时我去那的时候，我就在一个商场里面，就是有一个，黑人突然就拉住我说，要给我擦鞋，然后当时我没听懂他说什么，然后他就拿手机翻译嘛，他一个是就在梅西百货里面，然后他就拉住我拿手机给我翻译，就是说他饿得不行了，要给我擦个鞋，然后我当时心想我穿的是运动鞋，你擦它干什么？然后。我就没让他擦嘛，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给他一点钱得了，他说他不要，最后他就卖给我一盒鞋油吧，大概20块。你们那块儿有贫民窟吗？有。有，我从我家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了，就是在那个山上啊，现在有屋，看不到。为什么要装铁丝网啊？哦，那问题万一发生了火灾，你从楼梯下不去怎么办？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个发生火灾怎么办，我们真的没想过。那你觉得在中国有没有哪一点可以，就是可以改进的？可能就是房价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吧。你之前听说过这个吗？听说过，其实在好像在全世界都是。但是就是大概应该从20年开始，中国的房价就已经全国都基本上不怎么涨了，就开始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跌开了，然后政府就出台了很多政策，就限制你房价的下跌，就比如不。说就是。他不允许你降价出售，不允许房地产商降价出售你的房子。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喜欢中国的什么？我其实我没有比较的对象，我不太清楚。其实因为我也没有长时间在其他国家生活过，啊，有所道以理，我没法比。对呀。哦，那你会不会买一把枪放在家里防身啊？不会。那巴西会有就是抢劫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？会呀。但是，那你万一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你总不能只等着就是束手无策，等着警察来吧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怎么可能就是有人抢了我不能反抗，但是法律上是不允许的。不允许反抗，为什么呢？有很多人觉得这些小偷啊什么的，他们是社会的受害者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机哦，会学习环啊，没境有，造成的。对。所以不是他们在犯错，这只是环境影响他们，造成他们变成那个样子的。反抗就会判刑吗？会，啊，小偷没进去，结果自己进去了。经常发生这种事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都说，哎呀，如果有小偷来抢你，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，因为你的生命
比这些物质的东西更重要。那有的人觉得，就是自己的钱都没了，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我看过之前一个就比较搞笑的片段吧，他就讲的是，命没有了，下辈子还可以再来；钱没有了，那我就真的什么也没有。我也不信教，其实，所以我对这个没什么感觉。Se você tiver interesse em aprender chinês comigo, é só clicar no primeiro link da descrição.